王旦，我发现你最近有点问题。我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意见？说啊。没有什么意见。那你要说什么？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。我不要，你他妈这句话说了无数遍了，好吧？收起你那个暴躁的心，我给你心平气和的给你介绍个对象，非常有书生气息，而且英文是过个八级的，现居住在 American 的一个角落里面，要不要？角落里面要不要？不要。那个男人而且比较大，30岁，至今未婚，你知道吗？不要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？你身边的都不要。哼，他不是我身边的，他是在 American 的一个角落里面的。那你怎么认识他的啊？我最近才认识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。这都不要？对啊，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恋？不是，你要知道，以你这个个性，如果说我在你身边的朋友里面，对吧，找一个人谈恋爱，那天哪，你简直充斥在我们整个生活里，然后极其八卦，来不来就要问一下，来不来就要问一下，万一如果吵架的话，你他妈第一个知道，第一个就要说出去，你他妈这日子没有法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好啊，他妈的，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在你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八卦人的人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羡慕人他妈嘴里藏着，你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啊！我羡慕人嘴里藏着10000句话，你知道吗？都别人叫我不说，我都不好意思。你说奶瓶这个事，我说了吗？你现在不是在说吗？我现在不想说，你就逼我说。你说我这个事说了吗？已经过了几天了，已经过了3天到4天的样子了，我有说出去吗？我有逼你说吗？啊，我有逼你说吗？你没有逼我说，啊，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有说出去吗？我根本没有说出去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由此可见我是多么一个藏得住话的男人，我真的烦。哎呦，是吧？你他妈对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，你他妈跟我说这句话，你就觉得我信吗？啊？嗯。王大娘绝对渣男，绝对坏。王大娘一起死得非常快，皮囊下无比肮脏的内在，这绝对不是真爱。长得帅就死得快，哼！是谁长得太丑，总是遭受虐待，一生难念的痛，伴着悲痛色彩。是谁长得太丑，总是拒绝对待。这已经是我唯一能表示愤怒的方式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这样愤怒。深呼吸，吐出来。这世界多么美好，为什么跟这个女孩子过意不去？老天放过她吗？虽然她脾气大，心眼小。跟老天有什么关系啊？还爱吐口水。老天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，好吧？我又没跟老天吵架，你说干嘛要让老天原谅我？你自己就你自己吧，你还非要在那扯老天，我心呸！大胆！哎呀，我他妈把耳机拍坏了，操！喂，喂，这就是报应。喂，哦，啊，大胆！这么个他妈，我耳机坏了，操！操！完了！喂！一激动拍碎了自己的耳机。喂！他妈的大力金刚掌啊，你的妈！